何罪之有？
高杰等你交集乌合之众真直扑金狮。马佩此来为的是探明天意，此话怎假？倘若天要亡我，莫岂愿开陈城相连城破信上陈刀兵吃苦？好个有道明君！倘若天不愿亡我，我竟要统帅雄师前往金陵城。哟，陛下英武盖世，天降尊强，老天爷还嫌爱之不够，怎舍得亡你呀？那玉皇爷特告你听听啊，马国庄云剑还不无要不，你担心实在可笑，除非是实力一了不，除非是要不马配不加人，就是说天要亡你，树林都会走入浪费太深的要害你，也就是说是有不是十月怀胎所生之人才能打败于你。我想这世上何来这等的怪事，如此事来天下无敌啊，江山永固啊。凡人所能看得见的